歌手吴业坤五月喺社交网宣布结婚，但新娘子个样同埋背景都成为高度机密。之后网友起底话新娘子系日本艺人笨口爱子，但坤坤就冇回应啦。就算近日翻香港带太太逐一同朋友见面，笨口爱子都唔肯上镜，非常之低调啊。就算两公婆嘅保密功夫做到足，但系呢张神秘面纱最终都被揭开。6月10号吴业坤夫妇被拍到出去食午餐，两人大情侣帽全程拖到实一实，非常之 sweet 啊。吴业坤两公婆非常之悭家，两个人手拖手行到乐富站，坐港铁到尖沙咀站，之后边行边揿电话，似乎搵緊餐厅地址。食嘢嗰时两公婆都用日语倾偈，就算之后发现传媒影相，都无损两个人食饭嘅雅致啊。而两公婆食饭嘅前一日都曾经出去，并由坤坤做柴可夫，佢先车老婆到楼下，自己再搵车位泊车，都算照顾周到啦。